12月24日晚，泰国王子倪坤在香港大埔超级城出席倪坤慈善演唱会暨平安夜倒数活动。倪坤一出场就向在场粉丝挥手致意，并用广东话向大家问好。大家好。随后倪坤与主办方互送圣诞礼物，也与在场的幸运粉丝大放福利，玩起了各种零距离接触游戏，激情而怪趣的现代舞。还有玩转篮球、亲密的拥抱、高雅的华尔兹等一样都不落下，引得现场粉丝们阵阵尖叫。这是倪坤第一次在香港度过平安夜，当然十分想念自己的队友们，不过有香港热情痴迷的粉丝们陪伴，想必今晚过得也不孤单吧。他表示今天中午抵达香港时已经品尝了香港美食。被问到最想合作的香港艺人，倪坤表示仰慕成龙大哥很久，但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很期待有机会合作。除了成龙大哥，歌手陈奕迅也是倪坤喜爱的艺人，还即兴演唱了几句 Eason 的圣诞节。最后倪坤表示明年会安排更多时间来香港参加活动，粉丝又有机会见到欧巴啦，希望倪坤在香港度过一个难忘的平安夜，亲爱的欧巴，明年见。干不干？ OK, thank you.